圈里当红的女明星们或多或少都有点舞蹈功底，关晓彤就是其中的代表。其实关晓彤跳舞也不错，这事可能也没那么神奇惊讶了，人家一口才艺表演就是民族舞，出席活动什么的偶尔也会小秀那么一两下，在综艺节目中经常会看到她和众多明星的合体舞蹈。也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一个在火锅店跳舞的网红因为神似关晓彤一夜之间就火了。这两个美女好漂亮啊，如果要是能当我老婆的话，我把我身上的肋骨打断给她熬汤喝。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火锅店都咋想的，不去在口味上多下功夫，相反却搞了一套在客人用餐的时候让网红们跳舞助兴的套路。只不过这个 C 位的小美女真的是太神似关晓彤了，不仅长相好，身段好，甚至连舞蹈功力和本尊相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跳舞的时候更是浑身散发着魅力，怪不得能够一夜爆红。据悉就是因为这个有着小关晓彤之称的网红，火锅店的生意好了不少，但是想看跳舞估计花费也不菲的。只能说短视频火了之后，给了众多有颜值有身材的美女们很多爆红的机会，不知道这个在火锅店跳舞的美女以后会不会也进军娱乐圈呢？